咩啊 ？What the？ 跟住之後就走咗去，咁我就唉拎起佢，我心諗唉，使唔使咁大支嘢啊咁樣啦 ？J Two 特別節目，各位觀眾四條傾，日前就講到樂壇頒獎禮嘅趣事，而阿波林盛斌就分享咗自己嘅不快回憶。他说多年之前在某一次的电台大型演出，台长要求他找不同的歌手录宣传语句，当时他遇了歌手 A， 他先向上面公司人员提出要求，他看一看都哇，他不说那些东西，不要紧，你这么勇啊你找他吧，你试试吧，他不帮我试试。后来他一手拿纸一手拿着录音笔向歌手 A 表达来意，估唔到一脸不笑嘅歌手 A 接过纸张之后，唔单止爆粗，更加将张纸掉咗落地下，之后行开咗。唔少网民都估计歌手 A 系陈冠希，